战场，碾碎他。面对我，我踩住哦哦哦！是我手中的武器。潘森这英雄连走道都是踩点的。AD 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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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D 来，你自己打一下兄弟。嗯， AD 来。每天的黎明都是诸神的黄昏，因为那时的凡间比星辰更明亮。First blood。啥意思？走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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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踩住哦哦哦，平呗，他致命点呀，给我加血啊！啊，你带的盾呢，大哥呀？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你带的盾。不是，那为啥玩 ADC 要带个盾呢？而且为啥一个技能也不交啊？没个整啊，太难了。千百次，我曾找到自己新的极限，而我仍旧一心前行。我踩住哦哦，接杀，接平 A， 接平 A， 插眼儿，闪现平 A， 接杀。你带个盾，人家都不带，你都打不过。哎，这盾带着，你说有什么用？回头 A 呀，整个艾瑟四个人头。呼吸，品尝空气的味道是我们的荣幸。这是无谁到了？有盾不反打，在那儿拉倒吧，拉倒吧。这都属于正常现象。你是不是有点太过于猖狂了？我发现，啊，你是不是有点太过于猖狂了？你点他呀，他二级。我操！俺俩不打死他！吃个炮车吧！真是个废物，纯是个废物，屁用没有！点人啊！点人！没事，我死不了。我踩住平 A 接扎。你一个人头你也别吃，你不配吃这人头。别给我吃人头，这人头都是我的。每当仰望山巅，我就会感到自己如堕深渊。我先来个女神之泪。我便开始攀登。
起长枪，瞄准天际。过来，不来呀？不来算了，无所谓，爱来不来吧。五轮送射。来来来来来。我并不担心，只是一心超越。直接杀寒冰。一个半死来，我抢人头。世界在动，天界止步不前。吃波塔皮吧，我要在天界刻下属于我的伤痕。把明朗之靴给他除了，让局势明朗一些。给他俩人头吧，下一波。寒冰六了。翻过一座山，你就高过一座山。那螳螂下路随便来，先别上啊，先别上，来就有人头，他不来。这位置不行，这个位置打起来可不好打。我的头盔让我成为一名普通士兵。不行，不能上。等沙米拉六的。给我虚弱，给我虚弱，我扎死你们！我踩住 OOO 接扎，完了，要把把人给杀了，闪手好了。哎呀，这把把人虚狙挺高啊，突然之间。没有六这波，去中路一趟。算了，直接去上吧，直接去上，把这洛克萨斯之手给他杀了。狗头人传送还没好呢，这人头应该是我们的了。他不能回家，他100%得吃塔皮，这么多兵呢。Hello， 一只咪，我踩住 OOO 接炸，哒哒哒哒哒。我操！我一下升两级。战吼，大声点儿！你好像个傻子，像个猪一样。飞狼，一人之君。不行啊，
这龙屠我，虽然我是屠龙勇士，1750，我想想到底是出星石还是出德克萨斯木印。不行，我们得出星石。像这种攀升处理高山并不需要魔宗，星石魔宗漂亮。星石破败蟹手魔宗，马上有 R 往下飞，你给我后撤，你不用你跑，你能跑得过我吗？管管 AD 吧，太惨了，惨啥呀？那辅助去赶他两下不很正常吗？哇！我上路不去那波，那佛爷哥跟那个粑粑人能死吗？管管 ADC， 我们去赶，这不很正常的事儿吗？粑粑人虚区挺高啊，卡萨丁死了。天神已死，凡人永在。哎，我要出什么来着？破败哈。人们呼喊着所要的力量，其实早已存在于他们内心。进攻！我就踩寒冰。别人我不踩，我就踩寒冰。没事，有事儿。好像卡萨丁走不掉了，扎一下 R 走也行。没办法，人有点多，但也还行吧，三换二可以接受。我绝不认输。挺喜欢跟我打呀，再给我打一场。我将悔恨，与我的名字一道葬在了墓中。怎么螳螂屁用没有？菜呗，那还能咋回事？菜呗。我飞一波中，
满面愁，也不知我是否还要继续。看看那塞纳出不出来啊？直接把他杀了。你怎么还追呀、啊？来来来来来来，鸡不是蟹，让我踩一下。好的。看到的是战争，但在大地上的所见只有杀戮。插个眼儿，我踩住 ，A 接扎，平 A 接扎，我扎一下。踩住平 A 接扎一下，接平 A， 平 A 接扎一下，粑粑人有点无敌了。我一看，这么猛吗？真事儿，这粑粑人有点无敌了。打人太痛了，我得赶紧找个整个蟹手了。蟹手破败，中路可能会有人，但是不用害怕，我在旁边呢。我这战利品为什么没了呀？亘古长鸣的回响。我是长枪的尖锋，百折不挠。不能打呀，中路人有点多呀，没法打。又给我套虚弱。我给我套什么虚弱呢？这。我不过是一介辅助，这些神的力量只不过是我们的倒影。打个峡谷吧，反正也没人打，那就只能我们打了。等他露个屁股，还追呀？啊，回家了。人若品尝过神的热度，就再也说不出天。真得来个蟹手了，兄弟们，不来蟹手不行了。一万五，哎呦天！
没法动啊，不让我动啊，我都动不了。我晃晃悠悠的，他们也不让我动，那塞纳给我一定，我就走不动道了。我还要死多少次才能学会活着？哦呦，我应该带个凯旋的，我带的这气定神闲没啥效果感觉。长枪所向，一往无前，给我劈了，跑得有点快，来个血闪吧。先锋26秒应该没不了，没事，我现在放了也没有用。能放了，没事，刚刚好，应该正好2秒钟，1秒钟，我咔一放，哎，舒舒服服。这么刮痧吗？怕个破败。韩服呢？啊，没改那啥是吧？我就说我们不改标题，不改标题，非得要改标题。战斗是因为你不可替代。落手扎克塞纳不出重伤，你是我让还让我出重伤啊？你咋不说让我把他基地推了呢？我还得啥都得干呗。啊，我又得放视野，又得干克，又得收线，又得杀人，还得帮他们出重伤。你给我100件装备行，给我100格的装备，我可以出。要不然我出不出来。刀剑相对的话，那声音曾在我耳畔
世界。你说谁给你的勇气跟我打的呢？是谁呢？不掉血呀，打人！Disconnected. Disconnected.